巴比妥也是一种很古老的安眠药，致死的剂量很接近治疗的剂量。你跟你妈有没有跟有医疗背景的人有过纠纷？哪有人用自己的钱，当然是玩别人的钱，这才叫生意。钱呢？钱真的是会害死人。老子今天上酒店是为了工作。每周五晚间10点，中视频道《见识英雄》。